新闻一开始先关心以色列跟哈马斯的休战已经拍第八天，以色列总是宣布说这场针对哈马斯的战争要进入后一阶段，准备要发动海陆空重大地面行动，而且保证会让这些百姓有时间通好撤离。不过哈马斯是继续呼吁巴勒斯坦人要坚定保守自己的土地，千万不能顺应的意离开加沙。加上暗时的天顶一直出现红色的火光，一直到天光，以下战争进入第八天，因为以军已经发现过来和绑票的以色列人质的遗体。以色列国防军则是发布一份声明，指出官方跟进行组织哈马斯的战争要准备进入后一个阶段，要加强对哈马斯的行动。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阁亲身去前线鼓励军人。国防军表示，透过联合作战扩大攻击，包括海陆空三边的联合打击和重大地面行动。为了准备，已经有真侪战车停驻伫个加沙附近辖区阿什凯隆，表示准备发动地面行动进前，会予巴勒斯坦民众搁较侪时间离开加沙的北部，兼顾到南去加沙南部的路。有关有部分巴勒斯坦民众伫以军指定的无安全纪律的两条撤离路线面顶受到空袭死亡。为此，哈马斯呼吁巴勒斯坦人卖撤离。لا هجرة من غزة ولا هجرة من الضفة لا هجرة من غزة إلى مصر أهل غزة متجذرون في أرضهم متمسكون بوطنهم لن يخرجوا من غزة لن يهاجروا مهما فعلتم أيها القتلة أيها المجرمون以色列无休困的空袭，嘛，让加沙北部数千名的患者撤离去南部的病院。也毋过，伫个患者继续增加，无法度接受外界人道援助之下，各间病院早就已经客满病人。欧盟外交甲安全撤离驻青代表布瑞尔的批评，以色列封锁通道、禁止物资进入加沙的做法违反国际法。伫个无任何救援之下，要求加沙北部100万民众24点钟撤离去南部，根本无可能实现。另外，伊军表示，高兰官邸阁一摆受到叙利亚发射两粒火箭弹攻击，以色列国防军嘛针对炮火做反击。对此，美国则是嘛宣布，除了进前派出的福特号航表，会阁增加艾森豪号航表去地中海。阻止伊朗、黎巴嫩真主动甲叙利亚这国家加入冲突。国际新闻，台视同朋友。